次要去法国布干地去参加国际认证讲师的培训跟考试。现在来做机场捷运，这次比较聪明，我在北门站就上了机捷，比较近。并将护照打开至照片页，并检查。谢谢。直走右转，另外一个转熟悉的巴黎戴高乐机场。著名景点，中空的天井，交错的手扶梯。City是巴黎。所以现在要去从机场，然后坐轻轨电车去 SNCF 国铁的火车站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。哇，对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从2000年、2003年的印象，我还记得以前这边还是工地。最后一秒冲进门，上。目的地是 Terminal 2的 Grand Line。好啦，这里就是 Gare SNCF 法国国铁的车站。今天的这个火车的时刻，有的班车竟然晚了1小时40分，但是里面有绝大多数都是阿乐，都是准时，会只迟到5分钟。现在要来坐一个区域级的火车到伯恩。
在终于快要到伯恩了，这一趟出门到现在已经快要24小时了，超过24小时。刚火车经过山泥之后，现在一路往北，在抵达伯恩之前，西边的这一片整个都是葡萄园。沙山尼木哈市、玉林尼木哈市，全部都在这边。有些村庄远远的就分辨得出来，每一个村庄的教堂都不太一样。啊，你看那一整面向阳坡。之前第一次经过这边的时候，坐一样的火车路线，看到这些葡萄园，心里有满满的感动。但现在只有熟悉，不再有那么的满满的感动。哇，太好了，我到伯恩了。要前往饭店的路上，感觉刚才好像这边下了一场太阳雨，然后今天路上没什么人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礼拜六跟礼拜天路上真的没什么人。这个欧洲的街道，对于行李箱来讲，就是会让你的行李箱再怎么滑顺，都会变成战车的声音、坦克的声音。这个路还算好，今天有一次去波尔多圣艾美浓，结果拖了那个行李，最后轮子竟然都断掉了。那你应该是前面就左转，